们两位快乐嘉宾做客我们新笑林以外呢，还有一位啊，这优酷牛人。接下来他叫什么名字，来自哪里，究竟牛到什么程度，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武王王迪。来看这是一个花样美男横行的年代，漂亮的脸蛋，挺拔的身材，健壮的肌肉，我一样都没有，我就是个如假包换的胖子。曾经因为肥胖被人指指点点讽刺嘲笑，直到有一天接触到舞蹈，我才发现胖点儿有什么不好，胖点儿也可以散发迷人的魅力嘛。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束缚，只要你想，我们就一定能朝着目标前进。我是汪迪。这是哪门子拳法？无根无起，万法自然。太极。